选的团队，包括所有提名的立法委员代表的国家龙山。我希望我的选择可以让我在职场上发光发热。大家团结一致，全党一致。我希望我的选择可以让我最重视的人快乐成长。我希望我的选择会当予子女顺遂，无烦无恼，平安顺利。2024年1月13号，用你的选择为自己发声。华视新闻。